实是一个团队里最弱的，却毫无危机意识。现在教你们第一条规矩，战场上可没人会喊比赛开始。我一拳，不好，他们太心急了。治疗师不想着治疗队友，却冲上了硬碰硬，莽撞至极。而你速度虽然不错，但进攻全是破绽。还没热身呢，六个人就少了三个。你们应该是我见过最差的一号猎魔团。别信。凭这件灵器就想越阶一战，可惜还没成长起来。首领队，不知道我的魔法攻击你可承受得住？无双乱火，远程攻击，麻烦，被晋升就是法师的死穴。这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公领队，念错咒了。无双乱火这种攻击技还能念成防御技？圣引灵炉，牵引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。光斩剑，浪费灵力，神域格挡。这是七阶骑士标志，光影之体。小小年纪就拥有灵炉和全联盟唯一的灵器，而且还会六阶秘技神域格挡。若不是我用光影之体破开你的神域格挡，刚才那一瞬间，那个隐匿的刺客恐怕就能得手。不过你身为团长，六个人的猎魔团，如今只剩两个人能正面作战，可谓失败至极。多谢高领队指点。不过我的猎魔团，个个都是奇葩。蓄力放火！看来这第一项归我了。哎呀！这两个人竟然能在我的攻击下恢复过来。喂，王圆圆，你差点打中我。那你就躲远点，不要妨碍我。不对，他不是治疗师，而这个女战士受伤之后反而变得更强势。说了让你躲远点。闪电刺，耀日斩。还有这个团长应该是守护骑士，怎么会惩戒骑士的技能？法王刺。至于这个刺客，打法也极其生猛，丝毫不隐蔽，还能默契使用奇刺一体，直接参与正面进攻。这支猎魔团果然奇葩。高领队，刚才彩儿的攻击应该算数吧？算数。那我的呢？我碰的最多吧。既然我们已经不会被解散，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的就是胜利。喂，怎么听着一点也不团结啊？你们不会真以为能赢过我吧？是的。怎么一下都打不着啊？你这锤子不错，起来试试。全无配合，人多又有何用？身为战士，无部队友，全凭个人意愿一意攻下。身为治疗师却不为队友护航，同样是个莽夫。速活盾，看来你不会攻击，只会防御。防御又如何杀敌？光斩剑。作为团长，队友的问题就是你最大的问题。哼，刚才的嚣张劲儿呢？领队，只凭一次交手就得出结论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在我看来，
你所说的缺点却是每个人的优势，现在请您再请教。是吗？那我现在就教你们第二条规矩，团队高于个人，战场上没有单打独斗的英雄。还用牵引技能吗？司马仙、王媛媛，你们二人注意配合，最重要的是给彩儿制造机会。林心，你负责唤醒陈婴儿，一号猎魔团一个也不能少。哼，光耍嘴皮子可没用。神域格挡，光之复仇。原来是神域技自创技能，倒还不错，这下也给你算上。王媛媛，接住！啊！嘿！姑奶奶，这一百金币一颗的丹药，我可全给你了啊！寻找默契。浩辰，不对劲，你找了个什么鬼东西啊？竟然是八级魔兽邪眼领主。看来这个小丫头也是个奇葩呀。快躲开，这个邪眼领主我控制不了。来打吗？高领队，之前看您没穿盔甲，所以我们也都只是在热身的。打，当然要打。很好，再来一次，一起上。班长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人家领队的条件啊？我来保护婴儿，你们先上。大姐夫得罪了。三分钟内不能获胜，那一号猎魔团的称号就让给人家吧。
这两个小鬼怎么回事？一个有几乎六阶的防御，一个有几乎六阶的攻击。他的胸口有我留下的伤痕，攻击那里。大家一起上，把他就地斩杀。你伤得很重，就在这里休息吧。拜托了，这次让我抽个厉害点的。六级金刚巨熊，下一位又一个无解战力。熊熊杀，趁他杀，要他命。我们不去帮忙吗？有一号团在，先观察一下再说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小子还是一点没变。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保护大小姐的能力。大家没事吧？他还伤不了我。团长放心，好的很。一个都没能干掉，怎么可能？糟了，伤势加重了。拦下他！我有允许你逃跑吗？裂空炮！给我开！就是现在！奉命前来，协助您防守城墙。这里不够文斗斗的。看到这
是魔胆子没有，砍死他们就完事儿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圣光之锤。多来一点，我还是不够杀。永恒之上的万物之灵啊，聆听我的召唤吧。红骑士韩宇归队。韩宇，你来得正好，这是六界背影的黑魔，你携手解决他。先击飞察觉到了，高领队，你们看那边，魔族军队最核心的大脑就是魔族指挥官，在他的指挥下，每一只低阶魔族都能舍生忘死地执行命令，只要他还活着，魔族就会前赴后继地不断进攻。那如果能击杀魔族指挥官，这些魔族军队就会立刻溃散。但魔族指挥官所在之处
也是魔族军队中防卫最森严的地方。管他森不森严，杀了这个指挥官就解决了。好，一号猎魔团听令，你们与二号猎魔团是本届综合实力最强的队伍，现在你们立刻出发，与二号猎魔团一起执行斩首行动。斩首行动，最先击杀魔族指挥官的那个小队将得到驱魔官的特别嘉奖，而驱魔官也会全力配合你们执行斩首行动。魔法师团准备。我会以最快的方式送你们出城，记住，这是一场闪电战役。三分钟后，我要看到魔族指挥官的头颅挂在我驱魔官的城墙之上。各部门准备。天使团来举行，如果他们连这都做不了，就配不上猎魔团这三个字。可是攻击魔法，那我也要学。我和彩儿开路，大家不要恋战，抓紧时间冲刺，尽快接近魔族指挥官。闪电刺，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
谁能先完成斩首行动吧！大力金刚拳，这次赢的肯定是我们团。升龙剑，不，我军南路遭遇突破。哼，想偷袭吗？飞行小队，回防南路。报告总长大人，南门魔族兵力回防，攻势放缓。抽调南门兵力，协防东门，紧盯斩首行动状况。这点小兵就想拦住我们。阿黄，帮队长开路。皓月，快回去，现在可不是时候。没想到皓月不仅能吃，还很能打。我感应到前方的确都是地界魔族，有点奇怪。魔族可没这么简单。团长，开路还是交给本公主吧。去杀人头！女人姐，快来呀！一马当先的感觉就是爽！五大六阶最大的弊端就是不会飞行，而我，嘿嘿，啊！你好，大姐，大姐夫，嘿嘿，魔族指挥官的人头，我就先收下了。什么？这点小兵都拦不住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阻止他们呐！愣在这里想当口粮是吧？哟，小乖乖，擦干净你的脖子，马上就让你感受到我立身的冰冷。二号猎魔团率先抵达斩首地，随时待命。别急，刚才有魔法波动，他没事。这为何传我回来？我还可以再战。你们是联盟的资产，不能有损失的风险。一号猎魔团即将抵达斩首地，密切关注现场动向，一有危险立马传送回来。守护魔族指挥官的竟是六界火焰魔魁。阿黄，我们一起为团长报仇。我没死啊，太好了，团长，你们都没事啊。好险，再慢一秒估计就回不来了。我的矛头走圈，猎魔团一拳不传回，行动失败。都给我撑住！传送大阵能维持的极限只有三分钟，现在只剩最后一分钟了。地球塌了，没法推进了。大家快上来！林心，帮我铺路。接下来的行动只有一次机会。韩宇、司马迁、王媛媛，我们分四路突破。好。
陈心、陈英儿，你们两人在后方游走，及时为大家补充防御。我们一起把魔族指挥官的头颅带回去。光之重力。哇，韩宇兄弟，你这技能倒是不错。不过，本大爷的拳头也不是好对付的。大力金刚拳。这大块头怎么这么硬？骨头，他的弱点是身上的裂缝。你看团长那边。大家都玩这么大，那本大爷也要动真格的了。超级无敌威猛流星锤！坐，大家小心！啊！怎么突然大了这么多？他的力量比之前强了好几倍。是那几块魔晶，打破就能解决它。魔晶，走，一起上。流光之灭，黄鱼芙蓉刺，大家快散开，圣剑。小心！不好，快把有危险的队员传送回来！传送大阵极限了，终止任务吧。哎呦，真刺激，真好看呐。别什么别什么，不可能。要日斩天，想让我死，你们也别想活。不好，浩辰，待会儿见。彩儿，
重要的任务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看来每个车厢都会有警报器，若不是龙皓晨计划缜密进行战术切割，大混战恐怕只会引来魔神围剿，那就真是有来无回了。团长，都清光光了，全怪你。大家，小姐这场毫无贡献，纯划水了。哎，你们就不好奇魔族吃的粮长啥样吗？怎么是这鬼东西啊？好恶心，这就是他们的口粮。不，这应该就是准备送上战场的指挥官。上一次斩首行动中，我就发现他们很像工具人，遇到危机就会自爆，所以他们既是指挥官，也是魔族的炸弹武器。哇，魔族还真是没底线啊！那这车尾的两厢，该不会也都是运的指挥官吧？那更好，将他们消灭，更快结束这轮攻势。嗜血贝塔灵力起码20000点以上，这蚂蚁竟然只靠威慑力就给予了王媛媛。连心保护好大家。圣眼灵炉牵引，韩宇看一下王媛媛的情况，其他人准备随时迎战，要日打死。神域格挡，团长别过来。你可别死啊！
全军覆没。别信！啊！听我命令！皇上难道是想要？看来还没结束。喂，隔壁怎么了？皓月融合竟然有超七阶的实力，团长也太帅了吧。对不起彩儿，我还是慢了一点。没关系，
你没事就好，幸好这次只是失去了嗅觉，我还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感受到你拥抱的温度。生命为驱魔官争取时间，快扫清指挥司附近的魔族，所有人和我一起支援龙后尘。班长，我来帮你开路。吃我一锤，再吃我一锤。司马迁，班长快去指挥司，这些家伙我替你拦着。好，撑不住就先撤。放心吧，就这些魔族，我能打100个。是六级剑刃双刀魔。家伙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几分聪明。给我搜，要放过一个人来。千万别出声，外面可都是魔族，要是被发现就惨了。寻归，快治治他！
20人小队遭遇危机，10秒后我将他们传送回来，让伤兵营准备好。是。我是告诫过你，不要轻易使用寻回之力吗？慢点。可是他快死了，那他也是为了救你。你的命比整个驱魔关都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够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他今天死在你面前，你一点都不在乎是吗？你团长，你的灵力已经严重透支了，不能再使用传送魔法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驱魔关现在是什么时候，我拿什么休息？让伤兵营再快一点，还有很多人要传送回来。是。放心吧，我有最好的治疗师替他治疗。去找龙浩辰吧，彩儿。妈妈只是希望你知道，你爸爸即使什么都不记得，他也依然爱你。驱魔官的期望。那个老家伙下手可真重。希望你让我开心一点。游戏才刚刚开始呢。愚蠢的人类，我要你亲眼看着人类被毁灭的这一天。来，
继续挣扎，让我亲手掐灭你所有的希望，再送你上路。记得驱魔关里还有几台猎龙弩，把这头臭牛引过去，说不定真有机会干掉他。你疯了！听营长，哭什么哭？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滚去指挥司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还不快滚！兄弟，走吧。你不是说还欠我一条命吗？我不跟你去。你不过是一个四阶，去了也只是白白送死。我老张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我不去，就有很多人会死。小雨，爸爸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，剑为守护而成，方为止戈。大王要把你砸成肉泥！
哪怕你燃烧生命也不可能打得过我。后悔了吗？这就是你对魔神无礼所要付出的代价。好吧，我玩腻了，就大发慈悲地送你去死吧。别担心，整个驱魔关都会为你陪葬的。我会杀光这里所有的人，包括你的朋友，你的家人，你们就在地狱里去相会吧。又来一个送死，雕虫小技，你以为我杀你要多久？你之力全开，全是密云化，不错，现在你更加美味了。把你的心脏献给魔神，我将会允许你化作我全新的右手。啊！我住手！别急，一会儿就轮到你了。给我过来！
兵不得加入深海。梦主大人的无敌精神，停！我神来了都啃不动老子了，冲！端走这些魔族！受死吧！之下，诸魔俱行。你居然敢让魔神跪下！这蝼蚁不可饶恕！给我等着，我要把你作骨扬灰！跪下！跪下！逃！要逃出之魔关，就能摆脱那个该死的人类！居然逼我用出了天魔解体来修复伤势！可恶，不但燃烧了本源之力和大富拉蒂的等级，圣光之锤！什么？哦，我的本源能量！哼，刚突破五阶就能找个魔神当靶子，太爽了！你们这群该死的人类，简直就像苍蝇一样烦人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事啊。魔神这么弱的？上，先天阵。夜空炮。这群蝼蚁还没死透吗？真是窝子！现在就是命丧之时。